心声，坚强的生命，值得我甘心搬山过岭。不免惊，我会填补你的苦痛，收束的工作，那亲像唱着欢喜的歌。山路真歹行，有时热，也有时寒。我用感恩做针，疼惜做山药啊，掺着牵挂。天地真大，心海真。玉成，玉成，你过来，爸爸有话要问你。过来一点啊，你这么怕我。爸爸问你，这几天妈妈都跟你们睡，还好吗？真的吗？玉成，爸爸在问你问题啊。爸爸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把妈妈接去你们房间住？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妈妈每天晚上都偷偷一个人在哭。爸爸，你为什么和妈妈吵架？大人的事，你小孩不要管。你先去睡吧。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，天浩要这样对我。我也很努力赚钱分担压力啊，可是却没有人在乎。他心情不好可以生气，可以任性，什么都不管，我可以吗？结婚前是谁给我承诺要让我快乐，要让我享福，要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？现在全变了，说好的幸福呢？Thank you.
杨护士，等一下就麻烦你了。罗小姐一醒来，你就要通知我。病人醒来第一眼看到医生，他会比较安心。哦，还有 IVC 的流量，你要注意一下。罗太太之前有心律不整的问题，你要特别小心。哦，好。叶天浩。你知道我笔记本上乱写什么？我只是写鸿雁，我想向你道歉。道歉用写的，没诚意，我不接受。鸿雁，你不要这样嘛，我都已经用说的，用说的。你不说就算啊。鸿雁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惹你生气的。我知道我不应该把压力带回家，迁怒你跟小孩子。看到你跟小孩哭，其实我心很痛。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，可是从今以后，我觉得什么事？哦，没有啦，罗太太她醒了啦。啊，那她还好吗？嗯，一切很正常啊。叶医师，你说对了耶，罗太太啊，看起来好像自以为是很强势的样子，可是她开完刀，一定要看到你才会放心哎。不知道她等下有什么出逃要来考你了。不要这样说，我去看看。啊。我发誓。经过这一次的教训，我会更珍惜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感情。从今以后，我一定不会随便的生气，要让你们幸福。小姐，我是觉得，我们只要下巴再垫一点，然后眼头开一些，眼在眼网在上面，这我同意，但是个别起来都还蛮好看的。这场离婚风波让天浩和我心生警惕，也更谨慎对待珍视彼此之间的感情。妈妈，快点，爸爸快点拿拍，快拍啊！下一个哦。诊所依旧忙碌，压力依旧让天浩疲于奔命，但他已懂得和我分担，而不是一个人闷着，像个闷烧锅一样。慢慢喂，慢慢喂。来，你摸摸它。
天浩，这些是慈济的月刊，里面有很多文章对你很有帮助，是有关于仁义会的义诊报道。仁义会？仁义会的成员都跟你一样啊，不是医生，要不然就是护理人员，要不然就是药剂师。他们在慈济的正言上人的号召下，以医人、医病、医心为宗旨，在医疗资源缺乏地区，提供免费医疗义诊的服务团队。他们是现代的释怀者，而且真正懂得医师价值，并且发扬光大的一群人。二哥，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做义诊？你好，不是二哥要你去你才去，是要你自己真正了解义诊的意义，并且靠自己发心才走得长久。这次二哥不替你做决定，你自己决定。我是有意愿，可是我诊所忙，又要去接门诊，我怕我没时间。不要急，慢慢来。这些慈济月刊你待会去慢慢看，或许你心中的疑问可以在里面找到解答。真的那么神奇？慢慢体会咯。陈小姐，文皮的状况非常好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在婚礼之前就恢复，让你画一个美丽的新娘妆。叶医师，我好开心哦，你真的是我的再造恩人哎！如果你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一定让你做主桌。不必了，我担当不起。哎，叶医师，你要加入慈济啊？我只是先参考看看。嗯，慈济是很棒的团体哎。921大地震的时候啊，我就有加入社团到灾区关怀，对慈济很有印象。他们穿蓝色、白色的衣服，还有一些人穿医师服，就跟你一样哎。921的时候，我也有跟医师工会去做义诊，也有遇到他们。我那时候对他们的印象很深刻。而且我记得傍晚我们离开的时候，他们还在那里。是啊，他们是最早到，也是最晚走的。所以啊，叶医师，他们都是好人，你也是好人，你们的痛调是合的，你救过我啊。好，陈小姐，我会认真考虑。天浩，你又在想什么？我只想到那天帮陈小姐换药，还有我那想帮助人救人的心情。先上车。医生的责任跟价值，我不是做不到，只是我觉得我有点迷失了。那就找回来啊，我一定会陪着你的。开车。说的好像很简单，可是要怎么找？二哥和陈小姐都劝我参加仁义会，我能吗？我真的有资格参加吗？参加仁义会的义诊，真的能让我找回以前的自己吗？
又走。你总算回来了啦！怎么了？那个杜小姐她去揉眼镜缝，双眼皮都裂开了啦！我现在已经帮她止血，现在在整间，可是她走很大一块哎。你赶快带她去手术室。啊，好。帮我拿。天浩，其实你还是一个在乎病人的好医生，只是你自己在怀疑自己而已。小姐，先帮你上麻醉，你忍耐一下。表姐，表姐夫，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，手术应该快结束了。没有关系，我跟你表姐之间很自由的。天浩，表姐，表姐夫来了。是啊。表姐，表姐夫，啊你哪来？啊，你们也加入慈济啊？对啊。是啊，我们今天来啊，就是听你二哥的指示，专程来抓你们两个进慈济的。我们？对，就是你跟红艳啊。表姐，表姐夫，慈济仁医会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哎呦，怎么这样讲？你是药剂师，天浩又是医生，你们两个能够在仁医会能做的事情可多着呢。而且啊，夫妻一起同心共修，感情会更好哦。嗯，其实我跟天浩，我们每个月都有在捐钱，都有在做好事。我们就是知道你们有这份心，所以才来找你们呢、啊。可是我觉得佛教的诉求都是偏向迷信，慈济应该也是这样吧。天浩，你有听过慈济仁医会吧？嗯，我知道。二哥跟我说，我如果去参加义诊，对我很有帮助。可是义诊都是外科或内科医生，我们整形外科可以做什么？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哎，立峰，那个。吴森师兄说是天浩的学长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打电话问他哦。吴森，我不认识，可能大我很多届吧。这样。哎，那不然阿娥师姐啊，阿娥师姐在我们的仁医会里面也是非常资深的哎。对对对。她一定知道天浩能够在里面做什么。对哦。哎，我现在马上来联络他。表姐，不好意思，你现在就打电话可能有点太突然了。多给我们点时间想一想好了。好，那不然这样好了，我先把慈济的资料给你们，你们先参考一下。来，谢谢。你们夫妻俩如果没有加入慈济，真的很可惜。就是啊。表姐，表姐夫，拍谁啦？害你们为我的事还特别跑一趟。没有关系啊。虽然讲是家己人哦，要动嘛是真无简单嘞。对啊，啊，不过放心啦，因早晚会出来加入啦。啊，而且哦，天浩只要加入，鸿雁一定嘛会做出来。表姐，表姐夫专程来一趟，拒绝他们会不会很失礼啊？慈济的确是做了不少好事。不过我们平常也有在做好事啊，不一定非要参加慈济不可吧。我觉得这个不适合你。我就是要嘛，医生，你就照这样帮我做。可是你看他这个鼻头根本没什么肉，你觉得这样好看吗？可是他很红啊，拜托，你都没在看韩剧哦。欧巴桑黑哦，超红的。医生，我建议你去都来看。
好意思，我没在看电视。哈，哎，可是它很好看呢。林小姐，现在不是哈韩吗？你怎么哈日啊？哈韩，叶医生，他是我心目中的偶像，哎，永远的歌姬。你看我脸这么小，跟他一模一样啊！如果嘴唇可以再薄一点，就更上了。你就要做成那样？就这样啊。那我可不可以建议你嘴唇不要做到那么薄？啊，不要！我要100%抠比他，因为我要效忠我的偶像啊。效忠到做手术会很痛都没问题？没问题啊，美丽，哎呦，痛不算什么啦。你们女孩子都是这样想的吗？嗯，痛顶多10天，几个月。美丽可以很久很久哎。我来啦。怎么？我只是想到今天早上的一个病人，快被他打败了。他不管坐在脸上好不好看，跟他脸适不适合，他坚持一定要跟他偶像做的脸一模一样。现在流行嘛，爱美啊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些明星公司干脆自己开整形诊所，帮他们歌迷整形不就好了？好主意耶！好主意，将来那些女孩子哦，全部都整得一模一样，连自己爸妈都认不出来。嗯，还好我们刚刚说男孩没有女孩子。你别说，搞不好过几年连男孩子都疯整形。那就很好啊，我们就赚大钱嘞。赚什么钱？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我第一个反对我们儿子去整形。为什么？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们儿子去整形，不是就代表我们遗传不好？那遗传不好是像你哦，不是像我。像我又有什么不好？嗯，表姐后来有没有打电话来？没有。你真的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他们那么热情邀约。后来被我们拒绝了，所以你想要参加？想是想，可是门诊要顾，医院也要去，我怕是没时间了。我是觉得，好像参加慈济的人都需要很多钱，或是很多时间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参加，等我们经济状况稳定一点再说，好不好？加入慈济，天浩，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阵子很少看到我？那时候啊，我跟你一样，很想要成功，除了开会计事务所之外，还在补习班教课，教人怎么样考照，每天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到处赶场，就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名声跟金钱。每天忙啊忙，忙到像开水一样一直滚，滚到每天眼睛张开就是赶赶赶。过来。有一天，妈妈竟然跑到台中看我，我才发现，我已经快要一年没有回去看他们。虽然爸妈没有讲什么，但是我知道，我是一个不及格的儿子。没有回去看他们，
需要他们老人家来看我，想想我就觉得很难过。我很怀疑，这几年努力打拼，除了赚到钱，还赚到什么？如果连家人基本孝顺伦理都没有顾好，赚再多钱又有什么意义？你怎么没有说你那时为了赚钱把身体都搞坏了？豆哥，你身体不好？嗯，现在好得很了，只是那时候太拼了，吃啊睡啊都不正常。去看过中医，中医说什么？气虚血浊，肝肾不调，调养之后就 OK 的啦。嗯，我那时候跟他说，探井有手，心里爱狗，他怎么讲都讲不听。是后来自己吃了苦头，才知道要珍惜身体健康。天浩，我看脸色不好，不要太操劳。会怎么样？还会痛吗？天浩，就在我迷惘的时候，我遇上慈济，是上人的法带给我智慧，让我走出矛盾。我才了解说，无论赚再多的钱，我这里还是空虚贫乏的。慈济真的这么好？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慈济到底有多好，那是要你自己用心去体会才会知道的。上人给我们夫妻两个取的法名十分有智慧哦。我是本舵，你二嫂是明芳。我们夫妻两个啊，就像是坐在同一艘船上面，一个掌舵，一个指引方向，要两个同心协力才能到达彼岸。你二哥啊，主见强又大男人主义。嗯，那时候我们两个人常为事务所的经营而吵架，直到后来看了上人给我们的法名，才知道这是上人的智慧，开示你二哥听无嘴大富贵。是是是，听无嘴大富贵。挺好，我们现在夫妻两个都不吵了，完全都不吵了，恩爱的很。他现在可听话呢。二嫂，你跟二哥感情那么好，真羡慕。好，不用羡慕我们。你和红叶呢，是我牵的红线，两个人个性互补，说起来哦，是天生的一对啊。来帮你，谢谢。来，好。Niki 的，不用了，我家住这附近而已，没麻烦啊，谢谢。卡塞里哦。好，谢谢。是啊，除了诊所、医院的病人之外，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帮助，我应该能再多做点什么。我觉得这个唇形比较适合你啊。可是我不是要这个啊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。现在好莱坞都是流行这样子的丰唇。我知道，但是以你的脸型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建议你用这样的唇形啊。我不喜欢这个，我要这个。我的嘴型我自己负责，我就是要这个。叶医师，那这一次的手术可以打折扣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是你的老主顾，哎，别间诊所都给我打折了。
而且我上次还介绍客人给你啊。因为做起来不好看，还要我打折，那我宁愿不要做。你态度这么强硬啊！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只好去别间诊所喽。亏我还想要在你这边做其他手术呢，真可惜。那我真的走喽。了解，你要去别的诊所做，我不反对。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那个唇形跟你的脸真的不适合。你做了以后一定会后悔。叶医师，要不然这样子嘛，你还是照原价帮我做好不好啊？我真的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卢小姐，我真的不忍心再在你脸上动刀了，你就听我的劝，打消念头好吗？慢走。卢小姐，慢走嘞！叶医师，你赢了耶！我没有赢的感觉。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不能单纯的诚心对待，非得靠这种书争得面红耳赤？给我 Hello， 我不用啦，我会，你自己看。虽然呐，咱也会感觉到啊，实在真可怜。哪会带安尼的错啊？安尼是要安怎生活啊？这就是叫做知，知影啦。有人去啊，转来安尼讲啊，知影啦，发出了同情的心。刚刚转到大爱台，正言法师正在讲话，我才听没两句，节目就结束了。红雁，我想去看看慈济义诊。你真的想参加？可能是因为好奇吧。二哥跟表姐都是慈济人，我想多了解一下。佛教不就是盖盖庙、做做法事跟念念经吗？应该也是有可取的地方吧，不然二哥也不会去参加。高雄有一位红红点医师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啊，他在男子开诊所嘛，病人很多。你怎么突然提到他？他也是慈济人。天浩，我不是反对你参加慈济，只是参加慈济真的要花很多的时间，很多的钱，你觉得我们的状况许可吗？你说的我懂，只是我在想说，洪医师那么会赚钱，为什么他会愿意放下诊所去参加义诊？很有可能他觉得赚够了吧。月刊里有一句话说，人真正的财富在行善。那是有钱有闲的人才有资格说这种话。天浩，其实我们平常也有在做善事啊，我们也有在捐米捐钱什么的。我真的觉得做善事要量力而为。
也是啦。我去书房看书。现全然不是所想的美好，自己乱了步调，只会伤得更重。你们在休困了，啊，天老嘞？伊出去啊啦，可能两暝就转来啊。哦。爸，你来坐啦。红颜啊，我听你妈妈讲，前一阵啊，你甲天老冤家。啊，这么好好无？爸，我讲离婚是讲气话啦。王燕啊，你一条吼都真注重维持你的婚姻甲家庭，啊，你还清清菜菜提出离婚，敢是说家己嘴皮？你还信哦？那假戏真做吼，到时是变心酸了。你若真正敢答应，我嘛敢离婚啊！红颜啊，你嘛好爸爸较放心咧，莫烦恼恁的代志。爸，我知影啦，我讲生笑啦。对啊，爸，你有听过朱哲无？朱哲哦，我知影啊。天后前阵仔嘛哦，没得中医的针灸，今嘛又搁没得朱哲仁医会。仁医会。就是组织内底的团体啊，参加的拢是医生甲护士，常常在办急诊。哦，那是急诊吼，爸爸都无反对天老参加哦。爸，虽然讲吼，人义会是啥物，我是无了解啦。也不过，做义诊是善事，组织名声嘛真好啊，你当对因去了解看卖。人伫咧世间啦，若会开力，嘛会加减做一寡善事。以你甲天后专业能力，若过咧诊所内底，若想过来拍算，若有迄个机会，行出帮助别人。爸爸吼，是给你建议啦，啊要做唔做，你家己决定。爸。我嘛有做好事啊，逐个月我拢有管秘管钱嘞。好啦，有做就好啦，然后心咧做吼，就真好啊啦。哦，对啦，你唔通吼为着日日红的代志啊，搁甲天啊冤家呢，知影无？宝贝啦，干那囡仔。走屏东买物件哦，去规半晡才回来。啦，来啦，看吼、哦、有啥物要保险吼、哦，甲方一只本本的发落来啦。哦，原来走去走囝遐哦，我倒滚水给你啉。哦。是
讲因两阿母吼，唔知佫冤无安尼？无安尼，两个无得冤啊啦。哈，无佫冤啊？嗯。哦，安尼上好啦。唉，无冤是上解好啦。我呢吼，刚听讲因两个要离婚吼，这心中拢遐么定伊呢？那天后吼，讲要怎个组织呢？组织真好啊，人迄九二一大地震，吼、哦，人因出偌济大人呢？人无吼，方言跟咱无够赞成诶。讲到恁早囝哦，伊当然无赞成啊。啊，主席是佛教呢，啊，伊自细汉吼，不拢无买迷信啦。啊，叫伊举一个香拜拜哦，三姑请、四姑请，真无简单接配你阿香啦。啊，上个性哦，实在想无到底是争着谁啊呢？好啦好啦，争着我啦。啊！你敢都无分了？我跟你讲算笑的啦。查过了，洪医师是国内著名的阶段子医师。我觉得医生啊，就是要像他这样子，事业成功又有爱心，才算是医生。你要不要去洗澡？你去过。还有他太太啊，刘美丽医师啊，她也是慈济人呢。两夫妇一起在仁义会行医，真好。你到底饿不饿啊？饿啊。那我们先去巷口吃面，剩下的等一下再说。你明天晚餐给我。都被儿子吃光啦、啊！他们现在很会吃，跟牛一样。好啊，走吧。这样吃面嘞，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没有什么钱，两碗阳春面、豆干、海带，这是山珍海味大餐。侯燕，我跟你说，洪医师啊，他有发愿，说在他有生之年，他一定要用三倍数做慈济。你有没有在听？你真的很过分哎！为什么要现在讲洪医师的事？那不然什么时候讲？好，我投降。那你说，洪医师啊，他60岁开始做慈济，他说他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有那么多时间跟体力来做，所以呢，既然过去他没有办法掌握，未来呢他又没有办法去参与，他就必须要用更多的心力及时付出，才能做得比人家好。你不觉得这听起来很感动吗？是很感动啊，只是为什么是三倍数啊？因为他比人家晚起步，所以他……我不说了。好啦，我知道，你自己先看看现在几点了。明天早上10点还有刀哎，吃完赶快回家休息啦。对哦。哎，你吃慢一点，小心你的胃。要穿上白袍很容易，考试就好。
但我当了三十几年的医生，参加义诊后，我才真正学会怎么做一个好医生。田浩晨说过要找回他当医师的热情和价值，难道洪医师也会有和田浩一样的烦恼？而洪医师真的找到了当一个好医生的方法。我从来没有进来过整形诊所，如果不是你们报名仁义会哦，我想我一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进来这里。你好，你好，而且还 Q 姐。来整形，叶医师，很高兴有你这样年轻的心血加入我们的仁医会，欢迎你。我实在不知道慈济到底对我爸做了什么，让他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，却越来越喜欢。我一路唱到天明，